안녕하세요. 기사과장. 소요. 为了现在的钱呀，我一般过两天找同事，我说啥钱？我提前给嘛，现在都没有钱呐，每个礼拜没有饭吃哟。我已经给你3个月的时间了哦。哎呀，3个月了，过期间没有什么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期待你那边有没有给我一块钱吃饭啊？啊哈哈哈，期待那边可以，拜拜拜拜。是啊，不打。哇啦，我对不对的他？要抢几次？喂，来来来，不要抢了，不要抢了，同事同事。喂，啥办法来着？对不对？这样子还没有睡醒啊你？几点半？你咋才这么？你2点了，孩子啊。呀，那不行，有事没事。哇，现在在不用做公司嘛？这样子啊，还想睡？有工作没？是不用做公司嘛？你又不想做那样多，2个星期没有工了。我一个好康哎。什么好康？3000块要不要？3000块？拍什么的 ？AV 啊？拍你想要看哦。要拍什么不会讲哦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他，他专门去拍一些空房哎，拍几张照片吧，就3000块哦。啊，真的假的？3000块？但是他好像很快要卖出去哎，叫我们今晚要今天6点前要交上去哦。今天6点？现在几点了？2点多了吧。啊，你还不快走？走走走走走，来不及了。你第几楼？哦，44楼，不好意思啊，44。44楼。你是进来的？哦，没有，出来开矿了。请坐。不要去比较好啊。我楼到了。飞机上了你看你找到朋友了？你在哪边呢？你干嘛？啊！不是吗？是吗？啊，不急不急，你先放回去哦，我们快开走了。嗯，这里需要拍一下。啊，好，这个角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去来拍一下。嗯，这也拍一下。怎么来的哦？这么僵的，快关掉看。
什么事情？没有接。他发什么事了？喂，丽森啊。喂，丽森，你有看到事情吗？他不接了喂，联系不到他，怎么办？就是看见了吗？你看到吗？